我们的日军分三路，向我六区、五区同时发动进攻，西路攻打馆陶，中路直逼临清、清平，东路正与我高唐守军李向臣团激战，企图对我形成西北两翼钳制。如果高唐失守，北面不保，我部将面临东西北三面日军。 主席在10天前调走了我部的主要兵力，留守在城内的兵力不足一个营。城防之事全都仰仗在座的诸位了。不管前方战况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做好随时开战的准备。 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我军。一哥，我们。 西と北の両方面からこの万通支援のいる第六個を目指す。亀田、お前の連隊は関東関県同飛を攻め落とし領城にする。岡村、お前は江東白衛を平定した後に領城にする。作戦のこれ以上の遅れがあってはならん。一刻も早くこの山東省を我々帝国陸軍の省中に収める。分かったな。 现在还是联系不上，高潭县的李团长刚才派人过来说，敌人已经出动了飞机，还有坦克。高潭县的外围阵地已经全部失守，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撤入了城内。 敌人从西北两个方向向我六区发起进攻，而四区的赵司令却见死不救。司令，我去给赵司令打电话。接着开会，你们就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，拿出意见。是。
下面，我就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，说一下初步意见。第一，喂，是，卑职是参谋长汪金良，是，司令，省府吕秘书长电话。 我是樊主席之令，传达省府命令，为避免千年古城省府济南遭受战火涂炭，保护几十万百姓及将士之生命，省府决定实施战略转移之策略，撤离济南。特令范兄携所辖12县公职及武装，3日内赶到归德镇上官村，向主席复命。 司令，刚刚接到省府吕秘书长奉韩主席之命，向我传达了省政府的命令，为了避免千年古城济南府免受战火的涂炭，决定实施战略转移，撤离济南。让我携12县公职及武装3日之内赶到归德复命。司令，在撤与不撤的问题上。 容不得半点犹豫，应当机立断。现在敌我兵力相差太悬殊，我担心李团长他们怕是。立即命令波平的守军抽调1/2的兵力接应李湘臣。是。司令，您的意思是，一旦李团长请示启程，他们可以撤。如果这样，又会有大量的难民进入聊城。让学校再腾出一些房子。 妥善安置难民，另外告诉军需处，再调拨一些粮食接济难民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张处长什么时候回来？啊，很快就会回来。他走的时候说是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。什么会啊？说是毛泽东先生在陕北洛川，有一个对当前形势的重要讲话。 首长，我会尽快把洛川会议的精神和范祝县将军进行沟通，相信他一定会和我们一起争取全民族的联合抗日。嗯，我想，彭启峰同志应该已经向您传达过，近年来，山东的党组织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，你和余光同志。 在范祝县将军统辖的六区站稳了脚跟，山东党的组织就有尽快恢复的希望。这还是要感谢范将军的关照，他非常重视我们的意见。太好了，你们一定不要辜负范将军对我们的信任，好好的辅佐范将军，争取尽快在鲁西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。是。
哎，你看，又抓人了，这是啊。珊珊发烧了，哦，快！珊珊，快去拿块凉的湿毛巾。这柳兰姑娘啊，也够可怜的。母亲被日本人给杀了，家里也被日本人给占了。这父亲病病殃殃的，也照顾不好她。她跟着一帮同学到了聊城，你爹倒是安置了他们。可是，一个姑娘家的，住在学校，也不行吧？我看，要不你把她接到咱家来住。娘。我可是看出来了，树里喜欢柳兰，你是不是也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，想娶进门做儿媳妇呀？你这个疯丫头还没嫁人呢，我能让你弟弟先成亲啊？快，请大夫去。哎，二小姐，出门啊？婶在家呢吗？在家呢，珊珊发烧了，我去找大夫。哎。啥？啥？嘘！婶儿，珊珊病了。啊，问题不大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司令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没吃饭。婶儿，俺听得真真的。省府命令司令带十二县公职和所有武装撤到黄河那边的。归什么镇什么村复命，他老人家正为前线吃紧的事挠头呢。你说省府下的这个命令肯定让他添堵，俺不知道咋办好了，所以跑来问婶儿。别慌，你先回你们司令那儿听令。哎哎，别告诉他珊珊生病的事儿，你一会儿回来。就要打陆会长，陆会长，我们来了。哎，陆会长，陆会长，你看看，你是我们聊城商会的会长啊，这事你看，要给我们做主啊你。命大难保啊。就是啊。日本人占领了馆陶、高唐县城，我亲眼看到。司令部的人已经准备走人了，
据说省府也下令叫范专员范司令撤人，这当官的当兵的要逃啊。这小日本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。陆会长，当兵的当官一走了之，咱们怎么办呀？谁管咱们呀？我们怎么办呢？咱可不能说走就走啊。是啊，城是个好地方，人家那个西陵有名堂，阳谷县出了一位阳兄，他叫武松，大伙就在那个江阳岗，王允斗本是明朝建造中原大地美名扬，少爷，去去去去去。柳兰，等范家二公子吧。我跟你说，他不来了。慢走啊！一会儿我请你看电影，请你吃饭。哎，我们牛爷可是从天津来的，腰缠万贯，比范家二公子强多了。走吧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抢人啊！别怕，来了，来看电影啊！今儿演的是《风云儿女》，不是《英雄救美》。走。小姐患的是腮腺炎，我让人送几副中药和膏药过来。如果高烧还没退，请夫人带小姐去省城的大医院。Thank you.
猴子，哎，你去买药，待会儿还在这里碰面。好。喂，司令，木西山电话。司令，二营长郭振奎听说日本人沿着临塘路来犯，带着家眷细润不辞而别。我现在手里没有一兵一卒，成了光杆先生。这个唐义城我可怎么守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郭振奎，这叫不辞而别吗？土崽子！这叫闻风而逃，让日本人吓破了胆子了。该怎么办，司令？请明示。西山呐，在日本人到达之前，赶紧疏散百姓，撤离唐义县城。兄弟，好自为之，多多保重，千万别去干愧对良心的事儿。司令，郭振奎擅离职守，临阵脱逃，我去把他带来。郭振奎如果进城，立即军法从事。是。另外，城里一切所有能拿枪的，立即赶至薄平，马上构筑第二道防线，阻击北边来的鬼子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能有喘息的机会啊。司令，可这样一来，城内空虚，我是担心。不用担心，你马上就部署吧。是。爹，这都走了一路了，还有多远啊？不太远了，这离县城啊，大概还有个十来里路吧。老板，哎，给俺们来两碗水啊，请坐吧。谢谢啊。郭芒，哎，你把煎饼拿出来，咱们先垫垫。好嘞。爹，你说咱们这次去投奔范县长，人家是大官，咱是平头百姓，人家能待见咱们吗？来，客官，请坐。爹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这老县长可好了啊！我知道，您经常跟俺说，老县长在临沂的时候，那制度可都是一绝。咱临沂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您老去赶集，那头回集上没卖完的东西，赶下次再去，连一根菜都不带少的。想当初啊，要不是老县长救济咱们，就连你奶奶下葬的钱都没有，更别说养活你了。郭蒙这个名字，那还是老县长帮着给你起的，你的小命也是老县长养活的。军爷，喝碗茶吧。啊，没看见军爷来了，俺们赶紧让开。俺们先来的，行，让让俺们让。臭小子，老子们在前线拼命，你们有心在这儿喝茶，还不快点滚！军爷息怒，我们马上就走。快滚！来来来来。少说两句，还不快滚！快点！军爷息怒，我们马上就快点！
这都是什么人啊？让开！赶紧走吧。长官，你喝水。长官，您说咱这一枪没发就回聊城，那贩子那个那儿能交代的？谁跟你说一枪没发呀？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？我告诉你，咱们呢是抵挡不住才跑回来的，明白了吗？去了别瞎说啊！哎，哎呀，我先眯会儿。您歇会儿，累死。果然是郭大营长。郭大营长，郭大营长，谁的？参谋长，你不在唐邑，在这儿干什么？嗨，你别提了，我们给鬼子干上了，小鬼太黑了。兄弟们抵挡不住啊！那谁，你不信你问他。是，我差点就见不着你老了。枪给我。啊！喂，哎，喂，不是，参谋长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？哎哎，你自己闻闻，有没有半点火药味儿？有没有？参谋长。你把枪拿开！他娘的，一枪未放，竟敢欺骗老子，说你跟日本人干过！喂，参谋长，你听我说，啊！不是，参谋长，哎，你听我解释，哎，兄弟一场子，何必呢，参谋长？哎，哎呦，轻点。哪儿来的？给我送回哪儿去。是。参谋长，饶命了，参谋长。参谋，你郭振奎打下怎么处置？押回辽城，听候发落。是。参谋长，你听我说呀，参谋长。哎，参谋长。没信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实话实说。实话实说，你替谁说话呢？替老百姓说话。范公子，你们范家随时可以一走了之，大家可指望不上你爹。乡亲们，我奉劝大家一句：早做打算，好自为之。乡亲们，不要听这个人胡说八道，范司令是绝对不会逃的。回家问你爹吧。我揍你！辽城危在旦夕，日军沿金辅路、平汉路向南推进，在我六区的西面
邢台、邯郸相继沦陷，在我六七的东面，如果我军主动撤出济南，日军很快会跨过洛口黄河大桥，沿公路、铁路向南推进。我六区的北面，德州、恩城、禹城已被日军占领，四区的情况不详。我六区的西北两大门户馆陶、高唐相继沦陷，日军缩短了进犯聊城的距离。司令，卑职权衡再三，如果我们抗令留下抗战，必须与城池作为依托，做好殊死抗争的准备。报。司令，谭一线的二营长郭振奎已经带到新训室了。司令，王参谋长，有，按老规矩办。是。继续开会。六渠和聊城现在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，是撤，是留，诸位，发表高见吧。你求司令饶了振奎吧，卑职有亲情在省府，这您是知道的呀。不是，我只是想早一步跟着司令，跟着参谋长，我难撤呀，我这。说完了。啊，郭振奎，你擅离职守，还强词夺理，是军人，就应该血洒疆场，马革裹尸。你不配做军人。来人！有！哎，参谋长，参谋长，饶我！参谋长，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参谋长。二十军棍。二十？这参谋长不行啊，参谋长不行，二十军棍打死我了，参谋长。等等，参谋长，三十军棍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姐，我第一个给你的电影票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不说我都给忘了。珊珊生病了。啊，病了。嗯，快！站住！放了他！姐，别他们先走。我们走，你们俩先走。快走，再不走来不及了，快走！啊，快！上了刺刀有五尺多长，那刺刀使起来都不带绝刃的。再看看我们，就除了那几只中正式，剩下就是老套筒汉阳造大刀片子。
日本还有飞机、大炮、坦克，我们的人甚至还不知道坦克是什么东西。现在只有抱定以身殉国的意志，收缩防御。我认为，眼下最重要的是组织民众，绝不是收缩防守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日军很有可能会把我方一举歼灭。姚副处长，我来问你，即便现在组织民众招募新兵，来得及吗？谁来为我们提供枪支弹药粮饷？这些东西天上可掉不下来啊。况且日军现在攻势如潮，犹如黄河溃堤，如果不收缩防守，迎势而上，无疑是以卵击石吧。哼，正是因为有你这种思想，所以才使得军心民心涣散。我试问各位，这样的命令我们也要执行吗？哎，两位处长，两位处长，你们都在司令的麾下供职，本来都是好兄弟，有话好好说，慢慢的讲，不要因此伤了和气。司令，我中原大地历朝历代多为兵家必争之地，现如今这日本人强占我中华领土，我看这是天。所有财产，赶出军营。是。